小红啊，嗯，我尽管今年已经整整的75岁了，可是在祖国面前我还像个孩子，嗯，总有着说不完的话。刘老，祖国已记下了您的真诚。如果说岁月是一条河，那么您的创作生涯就是一朵舒卷在母亲怀抱里的缤纷浪花。这条河就是我们的共同母亲，我的祖国。旋转舞台第一个系列。